Welcome to 安详禅 Podcast. Our thoughts are the cause of emotional turmoil. How can we do to sort out those messy thoughts in head and recover the original mind?Let's listen to Master Gen Yun's teachings. 第二句话叫守本真心。什么叫守本真心呢？这是五祖大师《最上乘论》里边一再说到这四个字：守本真心。说你刚刚修行的人唱高调，说要自在，要洒脱，要无我，也说俏皮话，嘴巴滑溜，那个没有用的。你见了阎王，你那一套玩意儿一点用不上。而你明天。除境欲言，烦恼重重，你莫可奈何。你要修行，你必须信得过别人。你信不得过别人，你不要听他讲话。所以五祖从达摩大师到五祖都是观心的。观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由反省而观心。学佛法都是要反省，学任何一个法门总是先反省忏悔，否则的话不相应。先在反省的时候观心，可以帮助你认识自己，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在座的包括我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个完整统一的人，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自己没是一个行寡由言寡悔，没有可以无大过于的人。其实绝对不是。你要真正反省，你就发现你根本不是个人。你如果承认你过去你所作所为所想，你根本不是人，你接近没有进化的动物。人要有勇于面对自我，那才是能够进步。如果不能勇于面对自我，你永远保持那种原型。所以第一个要全部观察自我是个什么，然后就使每一念都不要漏过，萌生一念自己立刻知道，而念头自己始终用最客观的立场来批判自己的念头，这个念头太不好，太暗淡，就自己打自己耳光，乃至于说话做事都要观自己的念，不要念头自己自由活动。如果我们要思维一件事，有目的的思维，我们要集中去思维它，那叫正思维。如果我们不要思维一件事，不能叫念头自己好像无疆之马，心猿意马自由奔驰，不能要它自由奔驰，自由奔驰那就搅乱了你的心。第三步啊，就要观念从哪里来。从念从哪里来，就找到自己无念的本心。找到了无念的本心，你就要守住它。哪个是无念的本心呢？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在东营工作。有的时候三个月，有的时候半年回家一次，回台北一次，生活相当枯燥，但是对修行人来讲呢，是上好的环境。所以我经常啊，晚上就禅定，早上起来禅定，我睡觉的时候两个小时，多半在禅定中。有一天在禅定当中，我得到了几句话。为什么说得到呢？这不是书上看的，也不是我自己的创作。怎么得的人？常识外的话，我不愿意多讲。这几句话是什么？以子之心，觉子之觉。以子之觉，觉子之心。觉者是心，是心自觉，
决心不二允称正觉，这句极为极为就近。十几年前我自己的根基迟钝，虽然得了这宝贵的几句话，当时自己没有受用，就感觉到这个好，当文章来欣赏，说这个好。那自己根基迟钝，如果我那时候根基很猛烈的话，这几句话一到我脑筋，我立刻就豁然贯通焉，就同体脱乐了嘛，何必又多辛苦多少年呢？这几句话给我们的是什么呢？觉者是心，是心自觉，就是不是觉到外面，也不是外面觉进来。我们套用笛卡尔的话，我觉故我在，一种观心观的最后的阶段，就是我觉故我在，就是守本真心。你守着你的心，它才不会乱跑。你守着你的真实的心，守本真实的是原本，守原本的本心就是守真如。后来的禅宗的子孙看着这个守字用得太拙，其实拙就是大智慧。你要能够守你原本的本心，那就是守墨和波瑞，也就是以后讲的宝刃。名词虽然不同了，它的含义完全一样。而我认为守本真心它更明确更积极。所以这是讲的灯影，这是个小的插曲。可惜我根据迟钝，不然当时同体脱落，就不会走很长一段冤枉路。我们再问，如何才能获得安详？如法精进。如法就是如照着佛经上所说的方法，照着师父传给你的方法精进。什么叫做精进？精者不杂，进者不退。你不要掺杂，不要五光十色五花八门都弄进去，你要一心不二。佛祖说至心一处事无不办啊，你要精，殚精竭虑，只有这一件大事。古人说大事，古人说大事为名如上考比，大事以名如上考比，这个很值得玩味。大事没有搞清楚好像死了爹娘一样，大事搞清楚又像死了爹娘一样，这个蛮好玩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啊要精进。安详 is derived from a peaceful and guiltless mind. 安详 is derived from maintaining legitimate but not indulgent desires. 安详 is derived from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truth of life and the universe. When we attain 安详, we can live affirmatively, freely, comfortably, and guiltlessly.May all the viewers of this channel enjoy a blissful lif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Remember to follow us for more podcasts.